大家好，我今天想给大家说一下农民的伟大之处。那么农民的这个伟大之处呢，就在于他曾经三次救了中国，接下来还会有第四次，这个第四次还未发生，但我预测它一定会有。我们说大这个字儿呢，可以到处用，但是伟大还真不能是到处用的。伟大的伟就包含了丰满的内涵。我们常说伟大的祖国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，伟大的毛主席，伟大的母亲，伟大的父亲。用在老百姓身上，有毛主席为刘胡兰题词，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。今天老胡再次把这个词儿呢用在农民身上，自感恰逢其时。伟大的农民伟大在哪里，就是今天老胡要说的。农民的伟大就在于他们曾经三次救了中国，接下来还将第四次救中国。第一次救中国是大革命时期，那个时候我们的革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几次三番的都处在危在旦夕的时候，革命的火种正是在农民中保留了下来。农村包围城市，就是以广大农村为革命立脚点和根据地的。每次到了灭顶之灾的时候，如果没有农民的帮助，连生存都不可能，根本无法再去发展去壮大。我们也都知道，革命队伍谁家孩子多，基本上都是农家的孩子。中国的灾难史几乎等同于农民的灾难史，受苦受难最深重的历来都是农民。农民穷也得穷死，饿也得饿死，困也得困死，不如献出子女干革命，输了大不了还是一死，可死的光荣，死的其所。可如果是赢了呢，那将是千秋万代的丰功伟绩。革命队伍中工人阶级的子女也多，可是工人阶级子女的文化程度普遍要高于农民的子女，所以队伍中的干部这个群体呢，一般都是工人子女多。但是在那个以人海战术的战争年代，最广大的普通士兵献出宝贵生命的还是农民子女多。兵源从哪里来？主要还是从农民这里来，没有农民就断然不会有革命的胜利。毛主席说，我们的胜利就是小米儿加步枪，小米儿不就是农民提供的吗？以人海战术又是以吃为基础的这个战斗力，人从农民中来，吃的也是从农民中来，小米儿、干粮、红薯、玉米、炒面等等，这些有什么吃什么，就连身上穿的衣服、脚上穿的草鞋，不都是农村的妇女们一针一线纺出来的吗？一针一针缝起来的吗？大家不要忘记了，工业在城市，城市是敌人的敌占区，所以几乎所有的物资呢都得从农村来。那枪炮农村制造不了，可是它是从敌人手里抢来的，没有枪没有炮，敌人给我们造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光这些就完了吗？没有。就在战斗打响之时，尤其是那种大战役，农民农村那些可都是大后勤大后方呀。比如说陈毅在总结淮海战役的时候说，淮海战役规模之空前，那是数百万农民老百姓用推车一车一车推出来的，这是陈毅的原话。没有农民群体，这样的战役根本无法开展，这就是第一次。那么第二次救中国是在农业大建设时期，革命胜利，新中国建立，百废待兴，以农业为基础的大中国在那个时期要立国，首先要大兴农业，于是铺路架桥，兴修水利，打土豪分田地，吹着号子干基建，甩着膀子干农活。在祖国大地上，到处都是农民干活的场景。我们说工业是强国的，城市工业的有序恢复也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需要强调的是，农业大国，农业是立国之本，农民就成了这立本的主要劳动力。农民第二次救中国正是在这个立本上，本都立不住的话，其他的都是空谈。所以我说这是农民第二次救中国。这第三次救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，这个时期实际上就是以城市迅速提高经济总量的时期，也是这个时期是以牺牲农业劳动力为代价，以政策偏向城市发展，农业资源向城市输送，以农补工的时期，为城市发展输送大量农村廉价劳动力的时期。这个时期呢，城市里到处都是农民工，没有这些劳动力，城市建设和经济总量是无法实现的。这个时期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今天，
还在继续，只不过历史推演、时代的发展、社会的变迁、城市的发展已经被这些农民工们推向了一个时代性的高度，暂时缓了下来。历史的发展让我们能明显的看到，中国发展已经到了第四个阶段，乡村振兴。在第三个阶段时期是以农补工的，工就代表城市，以农村补给城市的时期。这个时期农民只知道撸起袖子加油干，可是这第四个阶段国家要搞乡村振兴了，就要反过来以工助农了，要把三农在第三个时期的付出和牺牲造成整体性的短板给弥补回来，开始有人制造阻力了。乡村振兴其实就是振兴三农，三农就是农业、农村和农民，农业强，农村美，农民富。这农民富不仅是物质经济上富，还包括精神富裕。这精神富裕首当其冲的就是公民待遇的地位平等、身份平等、权益平等。这养老权利就是重要的一项内容。说到这里有人不服，说农民想要养老就先要怎么怎么地。我来给大家普及一下，看这是怎么怎么地。大家都知道过去有个生产队时期，那个时期不长，但却是毛主席立主的一种方式。在生产队时期，农民干活记得是工分。这个工分是什么意思？我告诉大家，这正是毛主席曾经说过的话。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，劳动不分高低贵贱之分，都是为国家贡献，只是分工不同。农民干农业照样是为国家做贡献，照样是一份工作，只是分工不同。工人干活记得是工时，农民干活记得是工分。工人用工时换取衣食所得，农民也是用工分换取衣食所得。在性质上，他们二者完全相同。虽然这个时期很短暂，后来分田到户也是趋势所迫，但是大家再注意一下，当农业上分田到户时候，也正是城市里边的国有企业开始出现私有制的时候。所以这两个事物发生在不同的地方，却有着相同的操作。国有企业的职工，我们过去说那是国家铁饭碗，一辈子不下岗。私有制的企业呢，我们说那是合同工，老板说了算，说开除就开除了，没保障。但是再后来我们发现，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，只要是城市里边的职工一族，开始统一受到国家政策上的庇护，全部实行城镇职工统一政策，统一保证了起来。而农业上的农民呢，同样是由集体形态的生产队模式，相当于是国有企业，变成了分田到户单干，相当于进入了私有企业，命运就在这里走岔路了。集体形态下，每位农民都是有政策保障的，分田到户后没有了，这就是政策上的厚此薄彼了。话说回来，这农民是否再次承担第三次救中国这枚棋子，就已经注定了结论。中国发展这几十年，实际上就是城市发展的几十年，而城市经济发展的这几十年，又主要是以房地产经济带动的。而房地产经济泡沫到了今天发育的这么大，业界人士都已经开始人人自危了。这个泡沫迟早要破的，现在看呢也快破了。以老胡的观点，房地产带动的经济迅速崛起，有积极的一面，比如它快嘛，但是它也有致命性的一面，也很明显，就是在快的过程中，这个泡沫也会跟着快速的膨胀。一句话，经济水分太大，它不是真正的全民经济，全民只是被它平均了。城市经济发展那么大，城市贫民还是一堆一堆的，就说明这一点。这一点有多么可怕？非常可怕。当房地产经济泡沫破裂之时，就是城市经济一落千丈之时。所谓限跌令只是权宜之计，只是想让这个泡沫破的呢不要那么快。说实在的，是人为力量在苦苦的撑一下子，好歹给大家一个尽可能多的准备接受时间，可是经济规律面前，人力是撑不住的。因此说，就在城市经济塌方的时候呢，也正是乡村振兴红遍大地之时。那个时候，农村、农业、农民将再一次扮演中国的角色，这一次救的是中国经济命运。所以有些肤浅之人呢，或者是别有用心之人，想方设法的设立人造的人墙，来阻挡乡村振兴，阻挡农民富裕，讽刺农民养老是说要吃白食。岂不知
这泱泱大国冥冥当中，害农就是害己，利农就是利己。